兄姐大家平安，平安。啊，今仔日咱真欢喜吼，咱有看到咱的啊总会教下会员会干事啊，为了牧师伫咱的中间吼，啊，伊特别甲咱揢迄个为着台湾的啊进入这个奥运用台湾名称这个人数的一端过来吼，啊，咱欢迎伊吼，啊嘛有看到安那称呼。曾水庄瑞慈哈，曾水晶姊妹哈，在咱的中间哈，给咱欢迎伊哈，欢迎伊，好出来参加哈。啊，看到微信咧，因夫妇哈，啊，你跟他都转来哈，啊，可能要个转来看哈，哦，今仔日特别的哈，哦，特别来伫咱，转来伫咱的中间，咱来跟欢迎哈，欢迎伊，啊。啊，天气最近一直在变化，有时落雨，啊，有时就好天吼。啊，这礼拜拢袂歹天气，听讲到今仔阴暗开始要阁落雨啊吼。啊，拄则要来教会时阵，啊，伫车顶，啊，洪医师吼，坐阮的车过来吼。啊，我顺便咧讲，啊，下晡唔知落雨讲袂啦吼，咱礼拜三才会落雨吼。哦，常常拢安尼吼。上帝特别啊，甲咱保守咱伫这个所在的聚会吼。啊，今仔日呢，今仔日牧师要来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啊，其实伫今年下年初的时阵，啊，当我牧师嘛用这段经文。不过呢，啊，对伫最近发生的一挂代志，啊，牧师要用这个题目叫做人生的难题又何？人生有真侪难题，吼、哦，除了呢生。老病死以外，有其他足侪难题。啊，所以咱伫人生的过程的中间，咱要安那去面对咱的人生，要安那伫咱的人生的中间找到真实、真正的头棒。特别是基督徒，咱更加需要伫咱的生命的中间不时的反省。拄只明仁长老伫基督的中间。咱有听见啊，最近啊，咱的教会总会马街病院安尼真济纷争，啊，可能大概咱的想，咱的想讲啊，教会发生这个代志，尽量甲暗起来，卖互人知影，吼、哦，总是咧，总是唔是安尼啦，哦，教会依然是人的组织，依然是人的团体。人的团体既然是人，就人的软弱，就人爱面对的最多的问题。过去，宣教师来到台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50年的历史，我相信真值得真济台湾人甲咱学录。过去，对马街、对巴克的牧师，因来到台湾带来医疗的团队。在当时150年前，台湾的社会是非常的艰难，非常在医疗上，会使讲非常的落后，哦，落后了哈，落伍。啊，总是咧，因为宣教士带来医疗团队，和真侪人因为安尼得到福气，所以咧，嘛开始伫北平，咱讲马街牧师，啊，伫遮来创设马街病院。伫南部咧。马阿国医生啊，有心脑病医啊，除了医疗团队以外，佮另外咧，佮包括甚物货，就是教育。哦，咱的教育，台湾第一间大学，就是台南市立医院。宣教士将教育带入来台湾，然后成立中营中学、中营女中，所以呢，有真侪早期台湾的这个。啊！知识分子有足济足济，拢是对即个中英中学，也是中英女中毕业。伫北部有真理大学，吼、哦、淡江中学，拢是属于早期长老教会的系统。所以伫医疗啊，伫教育的顶面，咱做足济足济贡献。啊，不但安尼，伫社会服务嘛同款。社会服务过去，当伫个长老教会，咱对台湾的社会。咱无将福音当作讲啊，咱家己得到福音，
啊，咱家己受祝福，安尼到这就结束无。咱反倒转会去关心台湾社会侪侪遮弱势、遮上艰苦的人，因为这是基督教的信仰真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讲起台湾基督教会多数，多数人讲哎，长老教会伫台湾做真侪真侪工，总是予咱真感觉真可惜。最近这几年，咱发现咱的总会发生足侪足侪遮的问题走出来。包括中央大学到即摆还搁咧烧过，董事长做了无爱落来，我着要继续做。马街病院嘛是同款，董事长做了讲我无爱落来，我要继续做，因为做董事长太有名诶。啊，到最近又搁出一挂问题。啊，无说今仔讲到要用遮个物件，毋是讲咱要指责啥物人对，啥物人毋对，毋是。是要讲伫台湾基督教教会即款诶福音诶团体。这款的台湾要建设，和台湾正做上帝国的团体，同款的发生这款的问题，总是这款的问题，咱来提出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咱当咱在检验这个，在当在长老教会内面体制咧面对的问题的时阵，咱是要传福音，要让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得救，总是咧。总是啦，因为这个代志、这个事件发生，真多传福音的特爱的时阵，咱不得不得来好好来检验到底咱的教会是甚物所在出问题。所以今日牧师用这个题目叫做“人生的难题诱惑”，诱惑。这段经文咱拢真熟悉。这段经文其实咱来咧读的是爱对马太第三章开始读。马太第三章在讲安那哩怎？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在讲耶稣受洗礼，哦，耶稣伊嘛去受洗礼，三个洗礼，约翰个洗礼，对无吼？啊，照你讲，约翰、耶稣、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呐，就是上帝个开路先锋。耶稣是上帝的子，论真讲，伊免接受约翰的洗礼，总是耶稣安那讲。伊讲我该当尽即款的义，就是即款的天使下面，我欢喜谦卑，予约翰甲我洗礼。伫洗礼时阵呢，圣经内面讲，天开上帝心，亲像纸啊，哦，新翻译个经文讲亲像粉鸟啦，来点伫耶稣的心上，对天有声讲讲，即个是我的子，我所欢喜的。哦，这是。马太福音，伊在描写耶稣洗礼的这个过程，当然咱无现场，咱唔知影。总是咧，总是对天有声讲，这是我的子，我所欢喜的。然后圣经接过第四章，开始咧讲这个代志，咧讲耶稣从上帝甲带到旷野，底下接受撒旦的试炼。接受撒旦的试炼，真奇怪，是安那靠上帝带耶稣，上帝先带耶稣去旷野，啊去伏魔鬼试，或者这圣经的作者吼，咱来读圣经的时，咱会感觉讲，哎，啊到底是上帝在甲试，还是魔鬼在甲试啦？哦，这个所在，哦，大概咱就找出这个问题出来，是上帝在试耶稣，还是魔鬼在试耶稣？上帝神带耶稣去旷野，啊，然后接受魔鬼的试，啊，伫遐开始禁食偌久，四十天，禁食四十天，啊，这四十天呢，啊，有古约诶，这个神学家因安尼咧讲，伊讲其实呢，马太伊所写这个手法，伊所咧写这个文言，这个方式呢，这个笔法其实，伊是咧讲起真重要代志，耶稣伫遐禁食四十天，人若禁食四十天。会枵对无？那不但枵，我唔知咱要禁食几无吼？你禁食啦，到第三天、第四天吼，你头壳嗡嗡，安尼嗡切、嗡嗡细啦，会嗡恰恰啦。哦，牧师甲牧师呢，阮较早做团队所以是少年时捌禁食，我捌禁食，过十九天吼，哇，十九天迄时足难、足艰苦的吼。啊，你禁食中间呢，爱互相。
马杀鸡，爱抓抓抓这个骨头，我身躯吼会真臭，会真臭，啊，一日来洗两三摆身躯，啊，开气拢会压起来，我啊腰，啊吼，规身躯来软搞搞，啊，足无想要做代志的吼，所以人若禁食，唔是干那腰尔啦，规身躯完全无力，啊，头壳会晕，会晕车车吼，耶稣禁食四十天，这四十天你到底吼？禁食四十天了后，接受三个魔鬼的试改试炼。当我牧师讲，迄、那个不是魔鬼的试，伊讲迄个叫做诱惑啦，哦，诱惑、引诱。三个试是啥物试？第一个试，目肚枵，啊，遐饼哩，遐石头哩，甲变作饼食食就饱嘛，吼、哦，这第一个试嘛，吼、哦，哦，人人枵吼，过来等无食吼，大汉物件拢好食啦。呵呵看到物件，不管煮了好食歹食，那枵就好食啦。啊，若饱嘞，饱佫香较好料出来，你就袂想要用哈食饱，啊，食就袂感觉好食啦。第二个是甚物话？第二个是讲你若是上帝的囝，哦，你既然你是上帝的囝，啊，伊甲带伊到圣殿的上悬的所在，犹太人的圣殿拢起伫山顶，讲你这对个跳落去啦。你圣经我啦，圣经讲伊的七弟才甲你扶掉的。予你会当安全呐、啊，哦，第三个次嘞，第三个次讲，带去看世界，荣华富贵，哇！你若拜我，这拢要予你三个试探，三个试探。那耶稣你讲这段的经文呢？耶稣引用的话，拢是圣经内面的话，拢是生命记内面的话。撒旦甲讲。你若是，既然是上帝的子，哦，既然你是上帝的子，这是因为啥？就是伫第三章耶稣洗礼时讲，这是我的子，哦，所以你若是上帝的子，既然是上帝的子，安尼你就会当把这石头变作饼啊。耶稣甲讲，哦，人我是啥？不是干那靠食物啊，是靠上帝圣经内面的话啦。啊，这呢出自伫旧约新命记内面，犹太人。犹太人出埃及以后，旷野漂流多久？四十年对不？啊，四十年呢，无通去食，无通去食，当然埋怨上帝啊。所以上帝赏赐玛纳，又是给因食饱啦。哦，这个所在上帝无，耶稣无求上帝给玛纳啦。哦，伊讲人我不是干那靠食物。犹太人伊过去因接受这款对。出来进了后四十年的旷野漂流，都法都活落来啊！靠的是啥？靠的是因尊叹上帝诫命啦，就是上帝话啦。所以尊行上帝话，你活命才能得活。其实耶稣是咧引下，咧引下。犹太人出来就四十年都无过死啊啦！哦，四十年上帝不但无责备因，佫收赎玛纳，又赐因。第二个呢，你讲你若伫关山，你就跳；你关山，你也是，你既然是上帝的子，你就跳落来啦。哦，圣经内面耶稣讲，伊人讲唔通弃主你的上帝啦。这句是咧讲啥？犹太人空遐四十年，你当作犹太人遐好处理哦？足歹处理的啦，不是咧叛乱啦，不是咧背叛上帝啊！哦，啊，摩西讲，你摩西你带阮来，要被阮咬死啊！哦，来吃也无水，也无通去吃。啊，我伫埃及吼，我有肉通去吃，伫遐好势个。背叛上帝，背叛上帝，总是咧上帝要顾人民因。哦，所以咧，伫旷野时，因不是嘛咧挑战上帝，嘛咧弃上帝啦。这个上帝弃，所以耶稣基督来讲，唔通弃主你的上帝。但今仔日我无需要带咱来看这个。我要将重点放伫第三个，这个试探，这个试探，这个试探是甚么货？这个试探是权力甲荣耀的试探。换句话讲，用咱现代来讲，就是讲权力甲甚么？甲名声啦，权力甲名声。啊，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试探，这是一个真大的困难。所以呢？所以这段经文第三个试探讲权力的荣耀的试探，嘛是权力跟名声地位的试探。
大概咱拢会想讲，耶稣是上帝的囝，吼、哦，咱信耶稣的人，咱清楚耶稣是上帝的囝。耶稣是上帝的囝，伊嘛会面临试探，对不？那照圣经咧讲，唔是耶稣都未拄着试探啦，耶稣嘛会拄试探。总是当耶稣拄着试探的时阵，伊较赢过试探。所以，伫人生伫传达上帝国的时阵，真侪试探不时来，总是安那，伊较赢试探，赢过试探。法利赛人经学师来甲讲：“啊，你行神迹，阮看卖咧啦，这是试探咧。哦，你敢是做到行神迹啊？你若行神迹，互阮看，阮就信你啦。哦，这若咱哦挡袂掉呢。我行神迹，你看卖，你就会信我。哦，试看卖咧。”都是耶稣讲，现今这个时代，伊早这个人不是存心要来针对伊，这个人是存心是要来害耶稣的啦。所以耶稣四周围真济试探，有够济试探。今日所咧看这段的经文的试探，是讲你若拜我，哦，魔鬼甲讲你若拜我，我就让你看到这个世界荣华富贵拢总乎你啦，拢乎你。耶稣面临的试探，什么试探？耶稣说要传达是上帝国的信息。虽然伊是要传达上帝国信息，总是伊是活在人的中间，伊是活在历史的内面，伊是活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统治的犹太这款的历史的过程的中间。咱若等于看当时的罗马帝国这款的国家做外来政权。互人压迫，生活无通去自由，常常受到人控制。所以伫迄阵的情景，真侪人因喜爱安那，因喜爱就是讲吼、来食罗马政府的头颅啦，做殖民地的公仆，哇，迄真好呢，迄真好。啊，要做殖民地公仆，第一个代志爱啥物？就是爱先拜因的神啦、啊。哦，咱过去看到讲希腊、罗马有做啥，做些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这些神哦，拢是当时因咧拜的啦，因咧拜的。所以呢，犹太人当时互人统治的时阵，因哪会当去跟伊罗马政府，就是罗马这个有权力的政府扯上一点边。哦，偷偷拜一个神明，啊！你创一个功绩，给我做，哦，啊，我就会当吼荣华富贵。小无呢，我唔免接受压迫，这是关你好的代志。台湾人过去咱的历史，台湾人作爱什么？你知道？台湾人若看到政治日本哦，作爱招政治日本来翕相啦，对不？所以呢，较早吼，大家若蒋介石，啊，蒋介石吼翕一张相。然后呢，吊伫因兜的吼、哦，大家看会到的所在，啊，警察一个入来，哇、哦啊，这个甲蒋介石翕相、录像去做伙吼，这毋知何等的人物啦、啊，哦，啊，蒋介石了，啊，蒋经国嘛足爱的，哦，然后咧开餐厅吼，伊、哦、拢会吊一个讲，啊，蒋总统，你蒋经国来阮的店食过阮的面啦，哇，吼、哦，迄间店都大家拢四界买食，哦，人拢爱甲。有权力的人扯上一点边啊！啊，这呢，这是真严重的代志哦。你无分这个人到底伊是恶魔，这个人是压迫者，这个人是殖民统治者。啊，你敢若讲哦，我有伊三斤啊，有会着吼，啊，我着安全，甚至享受荣华富贵。所以后来政治人物呢，真爱甲吼，若要选市长的人吼，条啊卡，大家来改怎啊想？啊，翕相翕翕面吼，啊，伊就足适中啊！你看，我甲三翕相去做，哦，啊，若有一日，吼、哦，伊做行政院长讲，哦，啊，真嘞，吼、哦，我较早该翕过相，该食过饭吼，啊，扯上一点边啦吼，啊，这其实拢是诱惑，拢是诱惑。那你看有权力的人，你看政治人物是这个人是毋是有趁真理，是毋是有照公平，是毋是等于伫这个权力的这个内面的时阵？伊有听百姓，伊有为着受苦的人，
所以呢，咱咧鉴定一个有权力的人，是这个人是不是有站在人民、站在受苦的人，在伊迄个位的时候有咧照顾、送养人、照顾这弱势的人。那安尼时候，你该翕相哦，你才要公布。啊，你若教一个吼，屠夫、手咧杀人，啊是讲咧专门咧欺压、煽风人。你迫害人民的人吼，甲这款的人翕相吼，就准讲你的好业你嘛唔通啦，嘛唔通啦，因为安那，因为迄是离开咱的信仰真远的代志。耶稣，伊伫当时这款的世界内面，伊伫罗马这款的历史的内面，伊若要活，伊若要做了好，伊嘛是会当呢。伊只要去甲罗马帝国。有一些牵连，然后有可能也做到犹太人的领袖，总是这样，总是耶稣自己自我内心，他也在调整自己，不是，我是上帝的子，我要为着上帝所交托我的使命，就是上帝的国，甚至他要牺牲在十字架上。这是咱所信的耶稣啦，咱所信的耶稣。当咱认捌这个耶稣时，咱才会了解讲，原来其实咱嘛是真软弱。耶稣来面对忧郁，咱嘛会面对忧郁。在咱的人生，咱也有真侪忧郁，真侪忧郁。特别坐伫官吏的位的时阵，还佫爱较注意，还佫较细致。咱看见讲，咱的总会真济，为人过去的教会嘛是真热心，当一当甲长老，认真讲，这个人应该是，伫因的信用应该真做人的典范，总是真可惜。当面临诱惑的时阵，当迄个官吏退掉的时阵，袂记得讲，因是为着主在做工作，所以。咱的教会实在是爱好好悔改，好好反省。啊，牧师唔惊讲这些物件，因为教会就是爱要反省，咱才能成做上帝的教会。教会若未要反省，咱无资格讲讲咱要传达、要宣扬上帝的国。因为上帝的国是一个有公义，是一个人甲人互相尊重、有尊严的一个国度。不是用法，还袂着讲啊！无咱来翻译小句，我想不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起造是咱对上帝的忠心。所以这个所在，其实马太的作者所在讲，是一种对偶像的崇拜，就是对犹太，加做一个犹太人，你若无清楚你家己的角色。你为着要做罗马人，做罗马的公民，你去甲罗马牵一挂关系，然后享受一挂荣华富贵，迄毋是上帝国的本质。上帝国的本质是谦卑，知影咱家己的使命和责任。过去伫台湾，你若要升官，一定爱家己去争当，对无？我伫高中的时阵，同学就来甲我讲啊，讲诶，高中啊，甲你讲当偌好，你敢知？讲安那好，你若出工吼，足方便诶啦，都免甲你挑难。啊，做兵吼，你若是党员吼，会足好过。啊，你若毋是，你足歹过。啊，你有一挂关系，结果啊，无影无伫遮啦吼，啊，无影吼，无输捌家己国民党过。我读高中的时做班长，啊，我老师是迄个海军陆战队退休诶。哎，你讲班长，你要去当个招，上少招招五六个啊吼，啊加入国民党安尼吼，以后吼恁那出业了吼，要考大学啥吼，也做保障。哎，像咱戆戆啦，我讲吼足市中个呢，真正招阮当个招六七个，招招个讲来做来加入，一路奔动吼，啊过去也招抓吼，啊招抓我会记吼，去送阮一包糖啊，一罐牛奶哦。啊，后来
后来我参选家己民进党，我一个同学拍电话给我骂啊，伊讲啊，你较早要招我入国民党，啊，即马你民众你也无招我家己嘛咧。我也嘛有家己家己，我无甲招啦吼，我讲这个党免招啦吼，你家己要家己你家己哦。啊，当然这是啊一个过程。不过就是讲，伫紧种个过程的中间，今仔咱正出一个角度。耶稣知影伊的使命甲职责。耶稣伫面临人的世俗的国度以及上帝国度的时阵，伊知影，伊袂使来接受这个诱惑。面对这个诱惑的时阵，伊会要甲撒开。所以圣经内面讲啊，当撒旦魔鬼在甲伊诱惑时，耶稣讲啦，撒旦走，离开我去啦！这个撒旦其实是在讲啥？是在讲权力，是在讲名声诱惑，名声、权力离开我。可能咱安尼会想讲，啊，牧师，你是不是讲人无有权力？人当你有得到利用权力的时，不是袂使有权力，权力是要用你。照顾善良人，照顾人民，照顾弱势人。权力不是要用在自己的身上，不是咱所谓讲叫做特权啦，不是要用特权。权力滥三用叫做滥权，滥权叫做罪恶，迄就是罪。所以咱无摆渡权力，怪鼓励少年人进入政治。进入社会，进入来服侍，总是当你面对诱惑的时候，伊爱讲撒旦走，亲像耶稣在同讲。今仔咱家族基督徒，咱嘛是作些诱惑伫咱的四周呢。总是咱来常常提醒咱家己，咱来讲，咱来常常讲撒旦停走，亲像耶稣同款，人拢会接受诱惑。拢会面对诱惑，总是今仔日咱要起做上帝的国度，咱会肯定来面对诱惑。有一句话讲，克服哦，克服这个受苦较容易哦，但是要面对诱惑哦，这是真难哦。人生的难题有太多，有天要帮助咱。我们无论是什么款的角色，什么款的职位，咱学习耶稣基督，伊会晓。当伊面对诱惑的时阵，伊甲撒旦讲：撒旦退，权力退我去，名声地位退，人来诱惑我。因为上帝国，上帝国是要遵行上帝旨意，唔通我指引，我权力成做你的偶像。唔通让世间名声地位成做咱的偶像，因为迄拢会过去，迄拢会过去。独独，咱来到上帝面前，咱个主公帮助咱，予咱有气力，赢过诱惑，赢过所有的这个关系，以及名声地位的诱惑，让心阿头来祈祷。求你主，愿你这个时阵，愿特别来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我为着阮的总会所面临最最的挑战，就是因为人未堪得受诱惑，当得权位的时分，就未记得上帝你所交托的使命，就给你怜悯，给你帮助阮，特别阮的总会面临最最的挑战。在这条件中间，我肯定想给你祝福，给你的劳工做做有担当，我一定通徛伫正直，徛伫信心，徛伫真理来面临所要来挑战。阮特别也要为着阮的总干事黄忠老师来代表，就特别你可以有到遐对立的气力。来处理后勤，就是一再困境。我感谢你台湾天气，台湾天气教会一百五十年以来
上面疫情是阮的重担。阮在台湾是好地，阮全心来投入，希望这个所在有通有公益知识，上面的听来争取上帝国的福分。都是闽南的软弱，比较阮的组织有时出现问题，会牵出优劣，必须人来努力努力。名声地位真水，阮的偶像，也比你上对你是阮的主。欢迎林明阮、夏明阮，都帮助阮，互阮会晓去反省，为着未来头前路，从阮的教会向平台的平民前。愿勇敢壮大，愿愿在愿有分与耶稣基督，伊在上帝国的行列的时阵，愿就会把撒旦讲撒旦退去。所以愿在愿，从愿怜悯义务的时阵，愿会晓得来拒绝所有拒绝，特别欢喜将本心交付给你的灵性，感谢本体的耶稣的圣名，阿门。